欢迎来到鸡大伯的吃鸡小课堂。在游戏中有很多网红打卡点，大家都知道在哪儿吗？不过在说这些之前，版本更新了好几处可以吃泡面的地方，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吗？话不多说，大伯这就给大家揭秘在什么位置可以吃泡面。首先就是在 N 港了，就是我所趴着的这栋楼，然后是 M 城我标点的这栋楼，接着是 L 城的这栋楼， P 港的这栋楼， G 港的这栋楼， R 城的这栋楼， P 城的这栋楼，最后就是 S 城的这栋楼了。以上就是所有吃泡面的地方，接下来大宝再给大家揭秘所有的网红打卡点都在什么位置。首先就是这个爱心形状的小岛，是在废墟边上的水城，位置大家看地图就好了。然后是沉船，在渔村下面，不过这个沉船只会在地图上才有显示，实际上在水下是什么都没有的。然后风车是在海岛图上城区的左边一点，就是我标记的这个位置。这两棵合欢树位置在渔村正上方，我标点的位置。网红坡的位置就在洋房左边这个坡了，这棵网红小树的位置就在海岛图右边那座桥桥头的房区，具体位置在厕所的旁边。野餐点的位置大家看地图，就在基层的边上，枫树林的最下面。秋千的位置在枫树林的正中心。雨林地图，这三棵长得像爱心的树位置就在遗迹下方，我标点的位置。椰树林的位置在洞穴边上，湖的右边。雪地图，玫瑰丛林位置就在庄园的庄子的这个位置。雪地图，爱心小岛的位置就在地图的右上方，哈根农场的右边。沙漠的灯塔位置就在黑斑岭镇的右边那座小岛上，走上最高点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色。最后沙漠防空洞的位置就在狮城下方，我标点的位置。这个地方我想大概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。以上就是所有网红打卡点的具体位置了。那么今天的吃鸡小课堂就先到这里了，我是鸡大宝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